各位弟兄姊妹，以及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在我读圣经的期间，会当有机会，回来到我家己的母会，来跟咱兄弟，三个来分享上帝的话。真欢喜看到有真多兄弟，在上帝圣的主日，会当分别做圣，来到上帝的圣殿。不管你是圣歌队、敬拜团，还是你是主会，还是你是来参加礼拜，相信拢是服侍上帝。请你甲边个人讲，上帝看你最宝贵。在分享上帝话之前，咱搁一摆撒个来祈祷。亲爱主，感谢你，阮众人因为你怜悯的拣选，原本是不配，总是伫你个内面成做一体。伫你圣个主日，阮个意爱来到主你个面前，来调记你个面，也愿你个话语。来光照阮，予阮得到你智慧的启示。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伫我信仰伊一年的时阵，伫台南有一个礼仪做十六，有一个课程的研究。伫过去台南五条港，也是即马我安平的所在，有侪侪看到伫码头咧搬货过生活的工人。尤其伫迄个时阵，如果家庭的环境无好，只要你是查甫的，你就是差不多会当搬货的时阵，你就是爱去码头。所以伫只搬货的工人中间，有侪侪是还未满十六的少年人。总是当只囡仔伊满十六岁以后，厝里的人就会请只工头以及亲戚来替只。囡仔来庆祝，尝试证明讲，这个囡仔已经满十六岁，真做大人啊。总是这个礼仪有什么款的意义？就是原本这个囡仔当伊还未满十六的时阵，伊伫码头伊所领的工资只有大人的一半，所以当伊满十六岁做伫这个礼仪以后，伊就迄日以后开始，伊去码头咧搬货时阵，伊就会当领一个大人的工资。虽讲会当享受一个大人的权利，总是伊嘛爱负担一个大人的义务，就是伊爱对伫伊家己所讲的话、所做诶代志爱负责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当囡仔到十二岁时阵，也着举行。代表这个囡仔大汉的礼典，当然在这个礼典的进程，囡仔就会伫列比，就是犹太的教师，以及伊家族中的士大的指导来学习来读这个经文。在举行礼仪的时阵，这个囡仔会被列比以及这个长辈所围累来读这个托拉，就是犹太律法的经典。这个经典读了后，这个礼仪做完了后，囡仔就会被看作是大人，伊就会被称作是律法的囝，意思就是开始遵守律法。在这个礼典的中间，咱来看见，就今仔日咱所读，拄啊咱的课用，伊礼典的经文，伊就放一个经文的课啊，这个经文就是咱今仔日。咱拄啊启用所读的《申命记》的第六章，所以伫今日所看的经节四十二节，伊讲到伊十二岁时，咱就会当清楚知影，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耶稣伫这个时阵已经渐渐到伫犹太人伊所认知是一个成年人的身份。我想这也是一段咱大家拢真熟的故事。在耶稣十二岁的时阵，伊的爸母接到祭司的差上耶路撒冷，当祭司明白以后，要断伊的半路，伊的爸母一定惊一日啦，才发现讲，耶稣怎啊无回来？当然，咱会通了解的是，迄个时阵是侪侪犹太人拢会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通常走较慢的都要先大声行，所以有可能
较是大诶，较是细，都爱先行。所以耶稣诶爸母可能一定掠准讲，伊一定伫头前咧等因啊。所以因才会讲，想讲啊，有啥物行一日了，才会发现耶稣无对着路。结果回头转去耶路撒冷啊，找耶稣诶时阵，才发现讲耶稣伫底。写伫圣经，无写伫我诶面呢。会堂啊，哦，耶稣伫会堂，甲这个先生有讲有笑。我想咱通想象，耶稣的爸母应该是真着急。咱来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伫百货公司，你设计的时阵，爸母设计找无囡仔，迄若是个性较急的爸母，有可能一见一看到这个囡仔会安怎？会先安怎？先拍下讲，我唔知道你有囡仔碰见的经验无？总是爸母虽然是做这个动作，总是伊是要表达伊真看重这个囡仔。如果咱来看四十八节，阿玛利亚是安怎对耶稣讲的？四十八节，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我？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找你，对遮咱看得出来，耶稣的爸母也阁算是有耐心的爸母。啊，无咱想看卖，等伊到耶路撒冷，阁先行一日。啊，如果来照四十六节所讲的，伊总共爱三日才找到耶稣，所以应该伫耶路撒冷找几日？两日啦。伊行一日，啊，搁找两日，啊，总共三日找到耶稣。结果无拍算，耶稣见面，甲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找我啥事？啥事找我？敢毋知我应该踮我的爸的厝吗？如果你是耶稣的爸母，毋知咱敢有遮尼大的耐心？当咱倒来咧看啊，《路加》第一章35节。路加的第一章35节讲，啊，天使甲玛利亚讲，圣神要临到你，至高的至圣、至高的官灵要庇荫你，所以对你生的称作圣的上帝的子。看得出来，其实玛利亚甲约瑟，因的心内真清楚耶稣的身份。所以咱来看这个经文的后半段，啊，耶稣的父母因无拢。拢无阁讲话。伫人一生的成长来讲，当一个囡仔伊的智慧、伊的年纪哪来哪成熟的时，可能也代表因伫各方面也得渐渐会独立。啊，伫伊的生活，就会愈来离伊的爸母愈远。伫细汉的时阵是爱哭爱对路，总是大汉的时阵，若是要食一粒喜酒，就点啊高食半波。啊，某一种状况，虽然无一定全部的人拢是安尼，就是真侪囡仔咧考大学的时阵，伊第一个志愿的要求是安怎？离村愈远愈好。为什么？我想啊，咱家己来思考，应该袂真歹理解。啊，对伫圣经所描写12岁的耶稣，对伫前半段。看起来，敢若有即摆啊，安尼的气味啊，特别是46节到47节，来人看出啊，耶稣伫当时啊，有一定的聪明甲智慧。但是咱啊，详细来看经文的后半段，对伫耶稣的描述，却是耶稣就甲因落去到拿撒勒来承顺因。伫这段时间。离耶稣一开始传道，大约是30岁的年纪，阁过偌久？今日专门来考大家数学的啦哦，阁过18岁，阁过18年，伊才开始伊的传道的生涯。12岁到30岁，其实对伫咱即马的人来讲，嘛算是青少年，甲咱。啊，成年人的塑造期，啊，针对今日咱所读的经段，
对咱的启示，啊，我嘛要对两方面来思想，啊，甲大家做伙来思想，要安怎才做一个互上帝甲人拢疼痛的人？对你做父母来讲，咱就要思考，咱敢亲像约瑟甲玛利亚共款，照着祭祭的咧，将耶稣带到耶路撒冷，照着咱基督徒的咧，将咱的子儿带到教会来，将咱的信仰带予咱的子。咱做父母应该是要体会到咱家己的有限。将囡仔带到伫智慧无限的上帝面前，让囡仔有机会通听到上帝的话，让上帝来带领因的生活。因为伫社会上，咱也当看到真多咧。如果栽培失去着信仰，往往囡仔真容易走偏路。一个读到台化学研究所的学生，伊煞用伊个专业来制造毒品，啊是讲一个清华研究所个查某囡仔，伊将伊个感情个第三者害死以后，用伊专业制造一种化学个物品，叫做王水，互即个感情个第三者消失伫即个世界。最近较关出来尔，为虾米安尼？因为自细汉，伊的爸母只有甲伊讲：“你啥物拢莫管，你甲册读好就好啊。”欢喜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有栽培，总是无信用可能带来的后果。犹太人的爸母常常会问伊的囡仔：“如果今日处理失火？”你要炸走的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智慧。因为这是别人抢不走的，总是对犹太人来讲，什么是智慧？如果咱来看诗篇，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就是因的信仰。咱若对圣经来看，信仰其实帮助犹太人一直做做压迫的环境的中间，犹原会通坚定站起。这点是咱做父母爱思考的。另外一方面，这段经文嘛咧提示咱青少年学习耶稣，绝对毋是一种的口号，是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咱若来看耶稣，伫个智慧甲年岁拢伫增加的时阵，伊无因为家己可能伫各方面慢慢啊要关过伊个爸母的时阵，就来看轻伊个老爸、伊个老母。有可能啊，咱个爸母会因为对袂着即个时代，咱就表现出对因有轻视的态度。毋过有当时嘛，无一定。像即马做做爸母，嘛拢对有着即个时代的脚步。FB、Line 拢嘛咧学习，无一定咱啊有一挂在座的少年人，伊即马真烦恼，敢要甲伊的老爸老母加做是伊的 FB 的好朋友。毋管你的爸母是甚物款的爸母，少年人拢无应该袂记得。咱父母栽培咱的辛苦，咱嘛应该体会到一点，就是其实咱的父母拢在学习要安怎做咱的父母。所以伫经文来看，敬重你的父母，是对伫学习耶稣来讲，绝对是真重要的代志。总是有一点，其实咱所有兄弟拢会真清楚，就是父母甲囡仔。两方面的关系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简单举一个例来讲，咱做伙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做囝儿的，你惦着主，就顺从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
这个警察咱较习惯用来提起这个少年人对待咱的父母，就要用顺坦的心来对待。总是咱来详细来看这则经文，咱发现其实这段经文，不管是做囝儿的，也是做父母的，拢应该爱真清楚。就是如果经文的重点来看详细，不管是囝儿，也是父母，拢应该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咱唔通忽略有三字无看到，就是点伫主。如果咱只是用真简单的方式来解说这段经文，讲囝儿就爱顺从父母，真有可能就发生这种状况。我捌伫教会公布，也有分享一篇文章，主要是我伫教会实习的时阵，也所拄到的状况。有一个真优秀的教会青年，有一日，伊主动来找我，伊讲，敢会当私底下跟我开讲。开嘴第一句话就是讲，还是开嘴第一句话就是讲，老师，我真正有效袂落去。慢慢的发现讲，啊，原来这个青年伊父母的婚姻的关系并不是介好，所以常常为着要彼此来争这个伫厝内底的地位，要要求伊拣一边来徛。不是徛爸爸这边，就是爱徛妈妈这边。伊讲，当牧师踮伫讲台顶讲爱友好父母的时，我的心内真正是真悲白。我足想要举手问看卖，到底友好的标准是啥物？因为伫伊个家庭个关系中间，互伊更加艰苦的是，伫老爸破病伫病院个时阵，伊个老母竟然要求伊袂当去病院来看伊，啊无就是对伊个老母不好。除了这个青年以外，其实教会会友也被这个老母来拒绝在病房的外口，伊讲这是阮家的代志。尤其伊的父母拢在教会来担当过祭司的职分，所以安尼的代志，互伊对信仰拍一个真大的问号。咱若要问，如果真理是要予人自由，为什么咱看到圣经中的真理，煞予这个少年人，伊的灵魂被束缚？所以这个呢，其实嘛咧提醒咱，不管咱是做囝儿，还是做父母，咱应该来思考咱的想法，以及咱的所做，敢有踮伫主的内面，遵照咱教会基督教的信仰来行。讲实在，这个青年的问题我无法度解决。总是我认为上帝伊嘛透过安尼的事件，要来提醒已经真做是父母的我。我敢有表面上叫我的囝儿遵守圣经的话，总是实际上只不过是想要达到，想要达到某一种我家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咱当来看今日的经文，耶稣虽然真清楚，伊家己的身份是上帝的子，总是对伫路加福音作者的描述，伊也尽一个做人子的本分，就是啊，拄啊咱经文所讲的，伊虽然已经长大，总是伊也是对伊的父母来承顺因。这段经文对咱启示咱父母囝儿会当做的代志，我想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当咱抓上帝的代志，教会事最要紧的是，咱也毋通袂记得顾念咱家己的家庭。有诶时阵，咱会真积极，用工作顶面的表现，要来荣光上帝的时，咱犹原毋通袂记得爱顾念咱的家庭。当我要记起台南市啊，伊读册时，我的大汉查某囝伫要3岁，我的第二个查某囝才拄出世，所以
伫我咧读册这段期间，我嘛常常咧思考，要怎伫学校诶课业、服侍，一直家己诶家庭诶中间做一个平衡。我嘛有一个同学，伊算是阮诶同学当中算较年长诶。伊安尼甲我提示，伊讲做一个牧者，也是要比读册，有真侪人比你较好读册。若是要比讲道，嘛有真侪人比你讲的搁较好。总是别人无法度甲你比的，就是你的家庭。我想想的，确实家庭是咱身边上亲近的人，嘛是咱信仰的见证之一。真欢喜看到咱的教会伫三月底咱来举办一个宣召婚、金婚、银婚的感恩的礼拜。我想，咱这的兄弟因的婚姻就是因信仰真好的见证。所以这段话，我唔但是藏伫心内，也甲咱正兄弟三个来分享。嘛特别要感谢咱教会的长子以及咱兄弟，伫我踮伫圣医学习的这个期间，对着我以及我家庭的关心以及照顾，帮助我会当伫规个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拢会当真顺遂。最后，我嘛要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伊想要得到全世界的智慧，所以伊就去邀请遮全世界的学者，有栽培学者来到伊国家。毋盲当透过即种个方式来得到全世界个智慧，总是尾仔伊发现讲，即学者伤济，要学个学袂了，伊就要求即学者讲，你有法度想办法，甲即个财物拢缩缩个，看会当缩到偌少，即个学者怎开真济个时间，将遮所有个智慧缩做十二本册。甲国王讲，你啊一个月读一本，一冬你就会当读到了。总是尾啊，国王感觉我阁有足侪代志要处理，要看遮个册，一本拢爱看遮厚，一个月哪有可能看完了一本？伊阁甲遮学者讲，无你阁想办法，阁缩看卖，看会当缩到较短无？最后，即学者将即个财物缩做一句话，即句话听了，请你甲边仔人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想我要表达的是，父母甲囡仔的关系嘛是安尼。我望今日经文会当帮助咱对着咱的信仰有较深的思考，咱三个来祈祷。亲爱主，愿你的话吃做阮生命的快乐，恳求你的圣神来带领我，予阮伫家庭、伫工作的职务、伫教会，拢通吃做你所欢喜的囝儿。愿咱的恳求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